Hello，早上好，我是你们的妞。今天是2月25号，我现在是在云南的墨江。这两天呢，气温慢慢开始回升了，还是比较舒服的。这是我今天的早饭。减肥当然是很痛苦的了哈，但是还是要坚持的。但是必须要有仪式感，不管吃什么都得吃的是那个香啊。哎呀，这个地瓜还是过年从家出来的时候，老妈给我拿的最后一个了，今天把它搂了它。下站我准备出发往普洱方向了。有普洱的朋友吗？普洱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？哎，好吃的就算了，有什么好玩的给我下方评论留言，我想在普洱溜达溜达转一转，听说普洱茶也不错，顺便看一看。吃饱了现在再去跑一圈。这两天呢，有好多朋友私信我说，妞你是怎么瘦下来的，为什么我就不瘦？说实话就是勒住嘴迈开腿。别听他们说减肥一定要吃饱，你吃饱了试试根本就不会瘦，它反倒还会长。每一顿饭都要吃个半饱，晚上的时候尽量6点以后就是不喝水不吃任何的东西了，然后再加上每天轻微的锻炼。锻炼呢也不能够超出自己的负荷，就是在自己身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适当的去运动一下，只有这样才会稳稳妥妥的往下掉秤。如果你们看到哪个减肥的说，哎呀减肥期间什么都可以吃，可以吃饱吃好，你瞅着吧，指不定啊要卖什么药给你了，要卖什么减肥产品给你了，那是100%。减肥就是一个是要饿，再一个呢就是要运动，两个加起来没有不瘦的。像他们说什么碳水啊蛋白质，这些就是根据自己身体需求，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一点，但是真的不能吃太饱，吃饱了真的是不掉秤。对了，还有朋友问我说，你一个人跑步一边跑一边拍视频，这个角度是怎么完成的？其实细心的朋友能看出来，我的右手是不动的，其实右手里边握的就是我的相机。这个至于是怎么拍的怎么操作的，回头我再出一期详细的视频分享给你们，如果有需要的到时候可以详细的看一看，或者是点个收藏哦。行了，我要继续加油减肥了。有没有跟我一起打卡减肥的？你们最近瘦了多少？我可是一直在坚持哦。